这是我男朋友，你们的体育老师。只要他们在一起，我们以后就再也没有体育课了。我们必须让他们分手。小美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体育老师他有脚气。把鞋脱了。这个味道和我喜欢的螺蛳粉简直是一个味道啊！虽然我脚臭，但是我还是每晚都用螺蛳粉汤泡脚臭，要臭成你喜欢的口味。我的臭宝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小妹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体育老师他有严重的多重人格分裂，只要听到铃声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女人不要在我面前放肆，又坏哥们儿，一起摇滚。今天的风儿贼喧嚣，你看他病得不轻。我岂不是能想拥有所有种类的男朋友？等一下，小米老师，你知道体育老师他有多少个前女友吗？什么？这不完全统计，有100个。这是真的吗？是的，是真的。我一直以为自己被猪油蒙了心，眼瞎了才看上了他。现在想不到，眼瞎的除了我还有100个。小品，谢谢你，我现在更喜欢他了。对比我也是。